安全。手上披挂毛巾，脚踩运动鞋，蔡培慧起个大早前往松柏岭受天公绕境，他亲自扶轿。软轿遇到转弯处，蔡培慧频频回头看了又看，不放心的眼神。原来他忧心后方教班队伍以及跟随绕境的长者安全，提醒慢一点有没有跟上。啊，当然，选举期间难道加减有一挂乌道，有一挂回算，我二忙底啊讲保庇咱平顺啊一个正。蔡培慧跟着队伍走一段，体验绕境文化。狂打陆战的还有对手许淑华。许淑华自带麦克风，攻进南投竹山的菜市场，招牌亲切笑容，在逐一握手、拜票、把钢筋，从菜市场扫进美容院，不放过每一双手。选前倒数22天，蓝绿不只针对议题或政策面攻防隔空交战，蔡培慧、许淑华频频深入人群寻求支持，除了巩固基本盘，也要催出蓝绿支持者各自归队。三立新闻将中央陈怡杰南投报道。